的一点劲儿都没有。凑合还报仇什么的。三号真他妈的不得劲儿，就卖了仨盘。二号买多少啊？二号嘛，抓牌也没少卖给，还卖了十几个铺，真他妈捡着了。感情捡着了，昨累我这一身的汗，这就是摇钱树，不打不掉钱嘛。当家的，都给您送回来了。嗯，进来吧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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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回去吧。哎。给我归置出一个方头来，这两天有个新下车的。当家的，上绢了吗？甭上绢，先黑着吧。哎，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吃饭呢？都卖了几个铺了？我卖六个，我们一人一个。人家怎么卖六个呀？照你们这样混事，我他妈喝西北风了。宝贝儿，妈疼你，今儿个多挂课，明儿个妈还给你包饺子呢。哎，姑娘，我给你引进引进，这都是你几个姐姐，滚出去吃饭去。姑娘，等一会儿跟我一块儿吃啊。小爱子，死丫头。姐姐，你们都在工厂做事啊？什么工厂做事？我们是在店里混事。什么店啊？混什么事啊？我们这店是窑子，混事就是接客。甭提打官司了，姑娘，我告诉你说吧，是衙门口都保护窑子，就是你上蒋委员长那告御状也是没用啊。甭跟他废话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不干。当家的，您就给他两巴掌算什么？要管回家好好管去。去，这
这帮子小果子能吃能喝，就他妈的不能拉套。得了，当家的，您过房坐坐，我给您沏壶好茶。对了，往后这孩子不能往你屋里跑，也不能管你叫妈，要不然拢不住客，知道吗？妈！你妈死了，是你姐姐。孩子，往后你就管我叫姐姐吧。妈，哭，劈死你这小子！老爷，您救救我！这怎么回事？这个，这不是黑圈吗？这，老爷，您救救我！老爷，我见不着外边的人，我只有求您了。李行官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新到这儿的，您费心给量量这点事儿吧。老爷，我是好人家的人，老爷是他们骗我来的。这个孩子装疯卖傻的，你可甭听他这一套。这可不成啊，你们姚子犯法呀，公事公办，我饶不了你。走，带锁了去。孩子领回去上个圈，好好的混啊。妈呀，妈，孩子，去你妈的吧。老爷，我冤枉的，老爷你救救好，救我们一把的。滚出去。你倒的好啊，瞎了眼了你。老太太怕着就不干，干着就不怕，甭提打官司，提起打官司我他妈的跟吃炸酱面似的。就让你告倒了得了，把那个买卖给我拿来。你他妈的雕花，老太太专他妈的治雕花。妈，什么病啊？妈，我长疙瘩。鱼口吧？不要紧，死不了。回头给我洗洗脸，对付着接客。妈，我疼得厉害，妈让我歇两天吧。歇？我这也没开医院。妈，叫妈也没用啊，妈身上也不会掉钱，好好的挣钱，妈才疼你呢。你说咱们买卖不好吧，家里还白养活着一个，这得赔多少钱呢？不行，反正非给他治病不可。妈，今儿个非治不可呀，我给你放放能，烫一下一会儿就好了。甭治了妈，让他自个儿好吧。自个儿好，你等得了我还等不了呢。你有多少日子没挣钱了，能起来吗？起不来。哎呦，瞧，又来这个劲儿了吧？我这给你治病。妈，那闹成了。妈，毒病得毒治。妈，你叫。忍着点，一趟就好，我治多了。
完了，不中用了。长得这小柜子，找点钉子。妈的，死了还臭我这一块地！早晚咱们都一样。嘿，还有气儿呢，嘿！这还能挣钱呢？装上算了。棺材，我还没死，妈。